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维新圣教、义清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啊，即当下己亥，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中华民族秦朝东渡日本以来。啊，虚无真人，第一代天皇，124位天皇朱建龄，啊，中华民族三族战争，着陆战争，北移韩国，出游后裔，黄雄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所发生的3762次大小战争，汪楚军民列宁，以地球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楚朱建龄，当下。啊，维新圣教己亥，恭祝阿弥陀佛佛诞，各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啊，身上衣物灵，无缘住宿英灵，及家中。地基主、工厂地基主主灵，啊，十方法界山河巨舰，啊，无始孤魂怨灵，啊，及所有地球195个国家怨灰。软洞、朱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啊，今天已经是啊己亥年啊的10月21日了。
我们自从深潭到现在来，虽然只有五天，但是每天的法会恭送经宝来供养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仰仗王禅老祖天威及诸佛菩萨的天威加持半点，接着心开意解仰仗佛恩慈难列祖列宗诸祖灵，接着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各个皆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以为本愿。这是我们法会的真实意义所以法会以法会友以心来会佛，以心来会祖灵以心来会三界万灵，这个是上圣的心法。也许有人会感觉说我没有看到呢，没有看到是你没有觉没有悟当你看到了已经人要到百岁，所以佛所说的菩萨所说的王禅老祖所开示的真理真言呢真实不虚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大家要有所顿悟。那么今天的法会义工已经轮到台东道场花莲道场的贤士同修昨天就坐了游览车呢要晃晃来到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一大早就生口一供养在斋堂有的炒菜有的洗菜有的煮饭大家分工合作一一的端上莲座上来供养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及供养双法界三界万灵皆得来时机去时宝所以王禅老祖的慈悲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所以王禅老祖是太极天的天龙教主。太极天的天威，每个人都是从太极天来，你没有悟，认为我什么时候生出来，生出来只是在世间的一个个体的人，事实上我们的灵性是从太极天，太极天在往上提升升华，就是佛家所说的极乐世界，极乐是没有烦恼，没有世间的颠倒梦想，没有贪嗔痴三毒的烦恼所以每天我们早供晚供都要供诵诸经来回向。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们
啊，我们来世间上走一趟，我们要先了解自己的根源，啊，就是追根溯源。这个溯源源头从哪里来？啊，我们是从空界来到现象的色界，在这每个人都平等。没有说有钱没有钱，而是有物和没有物。你有物也是啊，自己了解说是从天界来、空界来、无形无相而来。啊，你没有物也是从天界而来。所以我们在世间上，人与人之间往往会有很多的误会，而为一件小小事情解不开、理不完、去不掉的烦恼，这是人生的很可惜啊。尤其很多有冥界、阴界，而冥界就是灵魂世界和我们现象身体的世界啊，往往纠缠不清，弄成现象我们人体的世界，神魂颠倒、颠三倒四啊，这个是很可悲的。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有先世的罪业，前世自己的罪业，今天碰到了、找到了，所以颠倒梦想的问题就会发生，烦恼的问题就会发生。我们在过去这么多年来，正道的结果，仍然都要有一个正心正念，否则的话，自己会招惹更多、越来越多的烦恼，招惹在身上来。在一个月前，啊，我们有信徒菩萨，啊，来告诉我说，他的儿子不知道怎么搞的，啊，每天醉醺醺的，啊，就是拼命的要花钱，怎么花钱，讲也讲不清，啊，也说不明，啊，作为妈妈的，就很伤心的，求神问卜。怎么样来化解？啊，我跟他说三世因果经的问题，人都有三世的因果业力，这一生已经找到，平时做事、平时的思想理念，啊，有偏激、消极、不知足、贪嗔痴、黑暗的心念和行为，而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所以就会越陷越深，陷到现在来，啊，无法自拔，有妻有子了，自己还醉生梦死，搞不清楚人生是怎么样。啊，这个就是
我们的先世罪业，罪生没有修，而自己惹上了潜意识脑海里面的坏习惯。所以人是很尊贵的，但是人有一个脑海里面有一个一点点的黑啊，虽然是很光明的人生，但是这一点黑的如影随形。三毒为根源啊，三毒根源自己放在脑海里，一天一天的增加啊，到最后来就进入了黑暗的思想，黑暗的人生地狱了啦啊，你要谁来救？这仰仗活力，活力也是告诉我们要好好做反省忏悔。做反省忏悔，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我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所以我告诉他，回去啊，叫你的孩子首先由你做父母的先忏悔反省以前教导孩子怎么教化好，然后孩子才会跟着父母学习反省忏悔啊，才会圆满你的人生，不然的话没完没了啊。啊，有时候贪毒啊、铅毒、吸毒等一直一直的陷下去，真的很可怜呢。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世间上，有一个人生可以转世投胎啊，来寻找人生的真谛，结果我们有的人就是受三毒所侵害。三毒就是贪，贪不到那你就烦恼就到啊，嗔痴嗔呢就生气，你生气越多啊，你的脑海啊越紧，脑海思想只执着于你在气某某件事情，气某某人，所以就是受到打击啊。那以上要解脱，要求解脱，首先要追根溯源啊，追根溯源就是解脱之道。所以解脱啊，就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才是追根溯源解脱之道。人有佛性，所以阿弥陀佛，人之本性就是佛，佛性。列祖列宗也是一样，阿弥陀佛同样的本性。人即使死了，在脑海里所积留下来的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是指宗教所阐述的阿门，
所以阿门与阿弥陀是同样一位大神，同样我们人的灵性的根源。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每天努力的赚钱是应该的，而你的赚钱就是有无量无边无上的功德啊。所以一个人会念佛也是无量的功德，你念佛在唤醒你自己的灵性，念阿弥陀佛在感应感化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你的念佛也是在拔度身边有缘无缘有情无情的三界万灵。所以今天新弘阿弥陀佛的佛诞前，我们为了2020年1月1日在林口大体育馆举办36000众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14堂的祭祖大典全民的念佛阿弥陀佛，是在唤醒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有多少祖先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所以我们的念佛的功德你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事实上你悟到了之后，念佛阿弥陀佛是无上的法宝啊。所以王禅老祖从西方极乐世界倒驾慈航来到台湾光降在台湾，而成立了世界新的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目的是指引大家冥界阳界或是鬼道之界的众生都有一个佛性阿弥陀佛。所以这是慈悲与伟大的功德天啊。所以今天我们这共修是告诉各位，平时你利用时间多念佛，你就是在积存你的粮食，回到佛国位，回到极乐世界的半路上的资粮所以念佛就是到神道神佛世界的资粮这个资粮由自己平时你所存的多少来做决定。所以佛经才有说，若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一心念佛的话我们在世间上大限一到的话我们就不必恐慌，不必颠倒梦想，而能回到自己原来的家，原来自己的根源，极乐世界佛净土的家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人生课题呀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们大家要好好的自己顿悟，好好的念佛你集会就会得到心安自在阿弥陀佛的佛果位了啦祝福各位。